台湾交响乐团协力团队，左岸室内乐坊以木管五重奏的方式，在玻璃托玩国秀带来精彩演奏，好听众拢听个真入迷。李冠厝配合着国际花火音乐嘉年华，今年头一摆在林间的区域举办小型音乐会。除了我们有大型的这个交响乐团的表演之外呢，那我们也希望有在各地的来做表演。那当然，在表演面向呢，我们不见得都是一个大场戏啊，就因为在经费面的一个考量跟人力方面呢，是确实有所困难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借由他们的副团的一个部分呢，也到各地来做表演。这场乐舞人间音乐会虽然规模无大，不过看到一波日头也无讲真大，真侪游客拢是带着小朋友做回来欣赏，享受音乐跟大自然做结合的美妙感受，很舒服，然后有那种。好像在做大自然那种自然浴的感觉，这样子不错啊，就是旁边有树啊，在大自然下面听感觉蛮好的。我觉得很棒，因为就是在那个有一种在山林里头，然后一边欣赏那个古典乐，而且这次也好像也有那个就是电影的配乐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伦巴在南美洲非常的流行。安泽老师满意轻松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各个表演的乐器，李冠厝就是希望透过安尼方式，在扩大范围了后，附近的乡镇，那是观光旅游更加文化气氛。观光跟这个文化面跟音乐呢，能够互相的一个互动跟加持啊，来让游客来到我们这个。整个日月潭周边地区呢，除了可以欣赏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，我们也希望在心灵面上面能够再加持。今日李冠厝首次行出日月潭举办音乐会，得到袂歹欢迎，唔然后日月潭观光更加欢迎，嘛吸引游客来到地方休闲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